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富士山河口湖。首先，先到 JR 新宿站，这一次从新宿搭乘富士回游出发。我是选择使用广域周游券，可以搭配富士回游到河口湖，搭乘方式及划位非常方便。看到绿色 JR 进站后，通常富士回游都在九号跟十号的月台，搭乘最早的班次7:30。月台上来之后，这边都会有一些小店面跟饮料机，有卖便当跟一些罐装饮料，有茶或是咖啡。班次很早的人也可以在月台买便当，体验当地的铁路便当。因为富士回游只有3节车厢，所以要走到最后才是对的。车来了，看它一长串，大家记得要走对车厢，因为往富士回游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们会分成2节车，所以一定要预约座位，也都会在1到3节车厢哦。抵达河口湖站，出口只有一个，非常好找。验票出站之后，就会看到工作人员举着一个红色的牌子，写着 Red Line，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用西瓜卡，后门上车刷卡。现在要前往第一站天上山公园景观缆车，河口湖站是1号，然后到缆车站的话是9号下车。前门下车的话也要刷卡，巴士票价是180块日币。下车往回走一点点，左前方斜坡上去就是缆车搭乘站喽。先快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套票有哪些。缆车大人来回的票价是900日币，小孩是半价450。河口湖游船大人票价是1000日币，小孩是半价500。搭配套票可以选择第一种，缆车加河口湖游船，优惠是1600日币，省下就300块。第二种是缆车加游船，另外再外加一个怀旧复古巴士，优惠是2800日币。第三种是缆车加游船外加河口湖站到大月站，套票价格是1640元日币。这边是建议大家，如果你要搭游船的话，买第一种就可以了。因为搭巴士，我觉得费用不高，我认为不太会超过价值到2800。使用广域周游券来回的话，就不考虑第三种了。这次大约9:45抵达，人不多，上来会看到这边有售票机，界面也非常好懂。买完票就可以直接上去排队搭乘。缆车不大，大约单趟15个人左右，没有特定的站位，都看不太到富士山，但可以看到美美的河口湖。沿路沿着指示上去，已经可以慢慢看到富士山了，真的非常漂亮。来到最上面这边就是一个大平台，大家都围在栏杆旁边抢着拍照，从高处远看富士山是不同种的感觉。景观台这边也有商店可以逛，里面卖一些富士山造型的饼干啊，或是山梨葡萄做的糖果跟纪念品。还有一些富士山造型的御守，祈求财富、健康、恋爱等等。逛完天上山公园之后，一样搭乘缆车下山。山下有一间富吉亚马 Cookie，是非常香的饼干店。饼干的造型是富士山，有巧克力啊、原味或是抹茶，另外还有外层裹上巧克力的多种饼干。装饼干的外盒也十分精美，不管你是当伴手礼送人或是自己吃，我觉得都非常适合。来到这边就不妨买一些来试看看。下一个地点，我们到河口湖游览船"天晴号"下山到对面之后，往左边走大概200公尺就到了。游整个河口湖一圈大概20分钟，是一艘复刻的怀旧游览船，里面有榻榻米椅的室内船舱，也有可以吹着自然风的甲板，或是到2楼的户外空间。这里的视野会比1楼空间更加辽阔，可以欣赏富士山壮丽的360度全景。我个人很喜欢搭船看富士山的景色，倒影在河口湖上面，搭配周围的山林，拍起照来比较漂亮，不是单纯富士山这么无聊。下船对面就是起司蛋糕花园，有很多种口味可以挑选，享受着高贵不贵的甜点，还可以搭配着店内附的热咖啡。
回到刚刚下车的红线缆车九号站，搭到大石公园是最后一站下车。这边从九号搭到最后一站二十号大石公园的话，巴士票价是470元。抵达之后过马路到对面就是大石公园了，会先看到一些店面，这是卖丸子串跟章鱼烧，还有经典的烤秋刀鱼，里面这边有冰淇淋，口味很多种。从这个建筑物进去会先来到大石公园的商店，里面有很多印有富士图案的盘子啊、筷子跟一些小碟子、器皿等等，非常值得买回去纪念跟摆设。再往里面走会卖一些富士山限定的饼干糖果，还有富士山图案的零钱包啊、领带、手帕、袜子、包包等等。这边还有看到用葡萄做成的果酱，小小的店应有尽有。旁边的门出去马上就可以看到富士山，虽然没有蓝蓝的天，但大石公园这边欣赏的富士山真的是我心中的第一名，超级壮观又很漂亮。大石公园这边很有特色，在秋天的时候会开满红色的波波草，在六到七月这边是紫色的薰衣草，然后现在冬天这边的景色属于冷色调的，还是一样很美。旁边的这个商店入口进去啊，也有贩售冰淇淋，也有摊贩在卖草莓跟葡萄。富士山河口湖周围很多人会到这边租借脚踏车，沿着河口湖骑捕捉不同的富士山。从左边有一个小斜坡下去，这边不同角度捕捉到的富士山非常完整，推荐给大家。第四站我们要前往新仓富士前间神社，回到红线大石公园站搭巴士回到一开始搭的一号河口湖站，我们要去转搭列车。进去这边很多班次都可以搭乘。新仓富士前间神社在下吉田站下车，一样只有一个进出口，进出站都只需要出示票卡给站员。一出去之后就看到指示，我们往右边这边走，会看到一些小店面，有卖丸子串啊跟章鱼烧，沿途很像乡间小路，也有卖冰淇淋跟咖啡。左看右看还可以意外捕捉一些富士山的景色，前面有一个摊位挤满了人潮，原来是卖葡萄跟草莓。来到日本喜欢草莓的人一定要一天一盒，便宜又好吃。从车站出来到新仓富士前间神社大约要走路10分钟，也都会有指标告诉你的路线。前面终于看到它的路口了，来这边记得要穿好走的鞋子，沿路以石头路跟楼梯为主。大家看到这些楼梯只是刚开始而已，我后面真的爬到超级喘。首先要来到第一个美景了，经过这个鸟居之后，大家记得回头望一下身后美丽的富士山，穿过两侧的樱花树跟鸟居，成了现在 IG 很夯的打卡景点。再往上走会先来到第一个景观台，有一些摊位卖冰淇淋跟一些炸物，如果你爬累了也可以稍作休息一下。往后走会来到神社本殿，旁边也有荒滨神社跟爱宕神社以及岩府神社可以参拜。金仓山浅间公园最著名的风景就是钟灵塔啦，在看到这个绝佳美景之前，爬上这个斜坡之后面临的是400阶左右的阶梯，抬头一望真的没有尽头。经过漫长的脚力之后，眼前看到钟灵塔了。钟灵塔又称作为五重塔，高约19.5公尺，为传统佛教高僧的埋骨建筑。从右边这边上去就会看到挤满人潮的平台，这边就是正夯的富士山美景。但不得不说富士山配上钟灵塔真的很美，只是要拍到没有其他游客的话是需要耐心等待的。我们回程同路线走回下吉田站，看到这个指示，我们第五站要前往的是小室浅间神社，从下吉田站走路5分钟就会抵达。小室浅间神社它是在地的守护神，这里所祭祀的是富士山之神木花孝耶基，可以祈求五谷丰收、工作运、恋爱运，还有安产、正火防灾、金运昌隆等等。如果你要到本町通商店街拍照的人，就不妨顺路来逛逛。
接下来要前往商店街与巨大富士山超经典合照，就在本町通这条叫做月江市本町通商店街，两侧是怀旧的商店，实际上没有什么店家可以逛，反而是入口挤满了人潮，车潮也很多，也因为观光朝圣的关系，都会有义警在指挥交通，严禁大家暂停在斑马线上，所以大家为了拍好照片，等待好几个红绿灯，就为了捕捉这个美景。都收集完富士山美景之后呢，就一样的路线走回下吉田站啦，再来搭车前往富士山站，再搭乘 F Line 富士人野的巴士前往人野八海。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5点，建议停留1个小时左右。人野八海这边总共有8个池塘，除了出口池比较远之外，其他7个池塘都在附近。8座池塘是富士山融化并流经数十年的雪水，清澈无比，成为日本名水百选，也名列世界文化遗产。拥有富士山最纯净地下泉源这个无价之宝，是河口湖一日必去的重量级景点。往里面的商店走去，第一间就是非常有名的名水豆腐，这是用在地富士山泉水做的，现场点就可以打开直接吃。也因为山梨县这边盛产多种水果，所以旁边也可以看到常见的草莓啊、葡萄跟苹果。继续往商店逛，可以看到一些干货，像是昆布啊，跟一些海鲜、海产、生鲜跟礼盒。日本这边也不管冬天再冷，都会卖的冰淇淋。也有一些包包提袋，上面印有富士山跟人野八海的字样，旁边也有卖零嘴、瓦萨比豆跟竹炭，还有南瓜口味的。旁边是专卖一些礼盒，还有富士山限定的酒，非常多种。店外这边侧边，这里涌出的是富士山著名的泉水，可以直接拿自己的水瓶装来饮用，或者是你要带回饭店，然后煮过再饮用也可以哦。旁边这边楼梯下去是到中池，是人工开垦的鱼池，这边出入口只有同一个，所以逛完的话是要往商店走出去的哦。另外介绍两个也可以一起安排的景点，第一个河口湖音乐盒之声美术馆，搭 Red Line 的巴士的话是到15号站，这个占地不大，但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，从珍稀的音乐盒收藏、世界最大的音乐盒演奏、音乐喷泉表演、欣赏富士山的绝景等等。另一个富士吉乐园在富士山脚下，园内有很多刺激的云霄飞车跟鬼屋，都创下了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可怕。另外也有适合亲子的温馨园区跟主题乐园。今天富士山河口湖影片就到这边，你看过富士山了吗？超值得一去的景点都在影片帮你安排好了，有机会到东京的朋友一定要来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